出现的那情，心袂清，意袂变，请你来上这细灵。心生不幸，啊，一片的真心换袂一份苦恋情。古早古早。伊哦，伊在变罗车。罗车，罗车人呢？伫遐。哦。佫遐变罗车模样。是啊，吼、哦，伊佫真好大胆，佫踮遐睏，连咪安尼死哦，伊都唔知啦，佫看真有路面呐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两个较厉害吼、哦，你先去拍头阵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阮后边哦，后路甲塞起。免，要用到恁两个，阮两个就够啊。阿宝啊，行，行。真个腿啊，予咱骗去啊！立天井个冤仇哦，咱就会当报啊啦。嗯，唔过哦，咱遐紧算啊。啊无吼，较紧叫罗车知影讲吼，这代志咱两个变空个哦，咱就搁较惨啊。对对对，咱紧来算算。嘿，四金头啊！嗯。哦，佫食到安尼芳甲安尼，看到伊安尼食吼，我着想我细汉时阵哦，那我嘛是安尼食呢。喂，即摆是咧掠蚊虫呢，佮想这掠啦。我说袂记哩，掠人较重要。蚊虫啊，佮有爽哦。无啊，你两蚊生在创啥？愈来愈唔惊我呢？惊你！哇，佫真好假哦！阿婆，过来咩处理？安怎？我看吼，五马分尸。哦，你对这客气哦？我看哦，剥伊的皮，抽伊的筋，看这块吼到底甚物物啊变的？好，南坡的，好，我来变刀啊！嘿嘿，你才死啊！哦，哎呦！你唔叫我生的孙啊？哈哈，假白。政治标记，代表哪？算了啊！好啊！你也唔通伤欢喜吼，这温馨是无抓到，你也免想要躲过一刀啊。敢讲我无躲躲过一刀？你落我多少？唔啥？我来插你啦！我来找一下位哦，休困一下啦。哇，忝到要死！你创啥？你是创啥？有一个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位是我先找到的呢。哎，安啥？好，都、就是你先找到的，还是我安怎？你敢那看过人家奴才甲主人咧烧钱的哦？哎，你讲的啥物事啊？知影啥物做？往路起走。哇，你真正超群呢！哇，你真正哦，食我有够厚呢啊！哦，你实在，哎、欸，哇，搁笑。嘿嘿嘿嘿嘿，嘿你去死啦嘿！有够袂见笑。明仔嘛要吃面吼，袂准那笑，明仔困。这个锦绣宝物提供哦，你阿爷本事无啦，那你选的时阵哦，都亲像咧飞共款的。哼，哎，安尼绕来绕去哦，实在嘛有够无聊。两个就无着，煞来拄着这两个。
时煞咧落雨啊！我紧啊，路煞哦，较凉啦啊！滚啊滚啊！哎，唔对嘞，做啥啦？这雨哪会咸咸？老车，我本来请雨神来降雨啦，啊，不过哦，你讲无强地命令，伊唔敢，所以伊才放一盆尿落来，安尼对我老车才较有交代啊。啊，是放尿，你记着阮三菜主，哪唔记选的哈？啊，对，对，算了，小蛋，哎呦，那卖搁米烧水啊，好不？安尼做来就去，做来就去，你袂忝，我是会忝的。哎，老谢，哎，这是你甲我量的，你无甲我量，阮要走啥？对不对？三太子啊，你就算奉着玉帝的命令，你嘛无需要赶紧看阮两个去用斩头，对不？哎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哪有听无哈？阮三太子冒着出凡事就下凡的罪名呢，哦，来给你帮忙，你无感谢我，等到来搞了暗算，哼，害我你看。想在我心的草坑内底，所以安尼我唔才要甲你讲。你私自下凡？是啊，天天实在有够无聊的。罗姐，照你安尼讲是，阮误会你了吼。误会？我看恁两个哦，去让阮心寄破胆去啊。你看，伊讲这是有话还是无话啊？我看哦，这个场面哦，伊无可能搁甲咱去啦。就算王局长要派人来抓恁，伊嘛会派三粒目睭的，那无就是派阮阿弟啊。无唔对，三粒要来。喂，罗姐，你真无意思呢，哇，你搁叫三粒的来甲阮抓呢哈？哼，阮三太子是啥物身份啊？恁两个哦，莫小人之心，都滚出去吧。嘿，啊，无啊，较拄好，啊，你来，伊也来。哎呀，甲恁遮饲袂落来讲话吼，实在讲袂通啦。两位猛神，就代表我来请两位返回天庭。是讲请，不是讲抓呢。对啊，啊伊那对咱来接过去，我来甲问看卖。李龙生啊，你拄仔讲玉帝是要请阮两个转去天庭哟？哎，等，我知我知啊。你是惊两个反抗，想要将咱两个先骗倒转去，然后将阮两个抬头，对不？难道两位想要违背玉帝法旨？不三粒啊，伊是要找阮两个去主神台安尼，是不是啊？除非恁两位是食恶不食之徒，也若无食，定绝对袂凊彩下旨自杀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玉帝毋是要搞两个头剁落来。定想讲要刺激两位，好两早将瘟神抓住。虽然恁两个任务还未完成。也毋过，恁两位无功劳嘛，也有苦劳啊。照安尼讲，玉帝，你较早是讲你拢咧吓惊阮两个吼？吓啦，吓啦。是讲如今北方有妖魔作怪，便想讲要请俺两位。回禀玉帝啊，毋过这个温神如膏还未抓着呢，阮两个敢会？这件代志。定已经决定要交予金叔宝甲吴志强来处理这个代志就行。启禀玉帝啊，啊，不过金叔宝甲吴志强伊，免阁再多言，定心官来有数，神速勿虑，听旨。现在，定命恁两位即时赶往北方，降魔除妖，造福天下苍生。遵旨。有一个好佳哉哦，妖兽啊，头壳爆起来，爆起来！莫欢喜啊啦，即马哦，咱是进来降魔抓妖，保佑苍生哦，较重要。行。
气死我！咱两个竟然会乎神经甲恶作去，乎你设计去，哦，气死我呀！哎，因两个哦，就是超过期限，啊，搁无抓到温神啦，所以玉帝唔才会派恁两个落来，要抓因两个，呾一声好啊！等到咱嘛超过期限啦，啊，搁乎罗车去搞因来录个集啦，啊，实在气死人呀！你讲到这吼，我就风火大啦！啊，喙焦喙焦啦，啉茶啉茶。总共一句吼，拢因两个人害的啦。哎、欸，无啊，其实吼嘛袂使怪因的。咱四个人若较合作的，一定足紧就抓到温神啦。无得靠吼，玉帝阁会原谅咱四个哦、喔。咦、欸？哎、欸，是你讲的啊？你讲来阁有理哦、喔啊。当然嘛有理喏。对对对，咱吼紧想办法，甲温神抓到，将功赎罪。啊，毋过，神经啊恶作因两个人吼。咱予因两个吼，甲你落车，偷偷算，看看算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咁好，好啦，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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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奇怪，啊，人拢走去地，管太，我甲批，行甲就好啊，拢无我代志。哎呀！哎，阿姨，你讲就对嘞。啊，这人咱拢无去啊。对哦，你讲要想着啊人嘞。啊，莫管伊人啊，人人啊，是不是要鬼啦？找温神较重要，无咱的代志。行行行，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行。我拢找不到你呢，啊，即马情形安怎呢？你交代代志哦，我拢办好啊。啊，你家己厝内边的代志呢？我自从出代志了后哦，我大母水拢走了了去啊，啊，厝内拢无半人，所以哦，我甲财产处理了后，嘿，拢无代志啊。真好，真好。那安尼你就用个放心离开这个所在，去外地好好啊过你后半世人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啊，你的代志呢？还够真济代志要办，要办代志，我知我知。办代志吼，啊，这张你一定搞。咱两个算起来，也无怕我请不到，我的代志你请到我帮忙，我已经甘愿不尽了，哪能够收你的钱呢？哎呀，混的了，我这钱哦，不但不进来了，那刚骗来的哦，无开嘛无用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差着差着差着，反正我即马哦要改过自新啦，我遮侪钱哦，我袂开我袂爽啊咧，对不？啊，我这钱哦会使帮助别人，啊不如帮助你。陈大人哦，你委屈十几年咧，你就是为了救你两位公主，对不？啊，来来来，坐，收起来收起来，坐。哎呀，收起来，卖坐啊，起啊，坐起来啦。啊，我李超来讲，我酒嘛传来，嘿嘿，你看。哈，我捌你哦，陈大人哦，哎呀，是我三心有限嘛，哦，我无该饮者，我袂寂寞，来，饮一杯。你看有帮无？我今仔日陈良生活实在真欢喜，会当去交到你这么那豪爽的朋友，好，啊，无一杯烧酒我来饮，啊，当作讲咱惜别的烧酒。关好，关好，我头，这个人把快破事先咧，甲伊第二个查某孙啊离开。哦。哎呦喂啊！啊！因按倒位去啊？大人啊，因到古要烧酒拜寿啊，尔。哦。伊烧酒拜寿。嘿。哎呦！哎呦！要唔照实讲？啊！我真是唔知影。大人，老伙啊！
通讲嘛，唔通讲嘛。唔是真严重嘛？哎呀！林公子，我感觉你是高。对，我昨嘛才发觉着，伊可能是无辜的。林公子，还有啥物吩咐无？不逃！有啥发现？找到张配。来，来，继续敲。是。主管，是不是什么代志免让我知影是？回林公子的话，无。来，来，遐找无任何线索。哎呀，你会忝袂？袂啊。你甲我行几工的路，哪会着讲袂忝的？我看你啦，来到这外地已经暗啊，才有这所在，要不咱就当遮歇睏，啊明仔载哦，靠你开了窗口救阮来滴，吼，咱入来歇睏。想袂到伊遐尼啊体贴我。大爷，哎呦！你安怎？袂要紧。是的啦，我唔是故意的。啊，我遐不好啊，来，吃坐啦。你家己坐啦。不小心你挂着，你看，我讲我来做，你就讲唔免，即马去挂着啊吼。你讲安尼，啊那你做，即马受伤的人是你呢？我干嘛？是我家己受伤。你即马是要从啥？我唔是福禄部啊，袂食你的手啦。我看你个嘴安尼开开。哎呦！我即摆是惊讲吼，你伤口去发炎着，所以。是的，你嘛别替我担心。对哦，多谢你哈。卡叔讲受伤，嘛是我，你嘛是照顾我。无咯。你若真你受伤哦，你就像拄只安尼，甲我输安尼，甲输输的了啊！三代，咱又搁见面啦吼！是朱坤立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创啥，我是想要知影你踮啥，想要咱破事先。我首先你是什么人？根本我解无实在。哦，哪来情况？新高丽演的，你只是对太叔来讲。什么？太叔来啊！踮在我祖坤面头前想要逃走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赶紧！是你无情，在我心内深深挂一条痕迹。当初恋梦，你什么人？这好大胆，竟然敢攻击我总捕头！哼，你这总捕头比强盗我狂哦！找死！这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，后摆给我较注意淡薄啊！跟我行。请问尊家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要救我？事有非定，请大人的免多疑。为了等待恁甲两位公主的安全，
请陈大人赶紧离开龙凤镇，何陈大人独敢报告的良机。那呢，我应了后生。陈大人，你自信难保，更加有可能为两个公主带来麻烦，请陈大人三思而后行。不知道怎样呢，我也都一直睡不去。我也是睡不去。卡斯咱来确定讲吼，约定那个是恁阿爹，恁阁为虾米拍算？哎，那着讲，我想办法嘛，要赶紧家救出。也毋过啊，我着无后恁教我去遐冒险。袂啦，我一定要跟你去啊！啊无吼，我这趟车是要从啥？阿王叫伊缀我，迄是你伫缀我来的呢。啊，恁师公，我甲你讲，毋是讲我无互你缀啊，我是惊讲万不能哦，若是有三长两短，我对恁阿公是要安怎交代？嗯，只要咱两个同心合力，互相照顾，哪有啥物三长两短？我即摆是惊吼，你家己一个危险，再发生问题。哼。你放心，你当作我遐尼啊戆哦，你拢假讲我拢较比着迄两招尔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即马是近比中比二呢。伊教我一部啥物咧迷踪步法啦，迄部偌好用呢。看我危险的时，我就甲跳走，化酸我就酸。所以啊，你对我是加我麻烦的啦。嗯，我才袂增加你的麻烦呢。只要你也走会开卡吼，我嘛是走会过啊。我看你哦，你讲话哦，真是哦。那就袂帮你咯，啊，无我就甲你爸爸起来，免让你对。对啦，师兄，咱若出来讲吼，叫亲人来听，恁敢袂阁转去龙凤镇？我嘛唔知影，无你讲，伊到那点大块的所在嘛无得看。啊！不过树林的即摆人搁伫龙凤镇呢。啊！恁哪遐尼啊戆？啊！时到我会拜托人去甲阮小弟讲啊，看阮伫倒位，约束一个所在见面就好啊。哎呦，安尼搁较危险，你知影无？你敢毋捌听人讲吼？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啦。可是讲吼，恁若偷偷转去龙凤镇，遐要害恁的人吼，因一定想袂到讲吼，恁搁敢转去？这。唔免想遐尼啊多啦，先救那爹较要紧啦。我来讲，咱来紧困啦，反正明仔载拄着迄款代志哦，爱甲因扯平嘛无得卡啊，对无？紧困紧困，对哦。你有教我要说哦，爱记哦。若看危险的时哦，你来紧走哦。我知影，我唔敢放袂记的。卡斯若找到因阿爹，伊就会离开龙凤镇。安尼我是要安怎呢？足希望吼，玉婷迄个毋是因阿爹，安尼我就会永远莫甲伊分开，永远甲伊斗阵。唉，天光就会当见着阮阿爹，是讲玉婷的人到底是毋是阮阿爹？我已经想你想十多年了，你知无？我嘛真介意，也唔过我着原因啦。为啥嘿？你还袂困啊？
啊，你若无困，我要哪困会去？我要困。淑强。我今麦要困啊。淑强。师傅，稳当，你跟师傅行。哎，等下，师傅，你若真要叫我教你去用的，要唔过，你若先放伊走，我才要教你去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师傅袂伤害，你叫我紧走。对哦，你紧走，这无你的代志啦，你放心啦，伊袂伤害你，紧走，紧走啦，紧走啦，搁等个你来看，紧走啦。文道，林家师傅等来同来，行，行，我咧骗你啦，行，好啊，你叫伊看遐尼啊戆啊，我要带你去，要同我去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哦，你做你去民房哦。啥货啊？你竟然敢欺骗师傅啊？今仔日要甲你打死的，你唔知影啥叫做尊师重道。我鬼叔，敢不让你办？哎，去叫。老夫，玉佩是我的，凭什么我得给你？我袂记得顶一摆，我是安那对你。林小弟，我你讲哦，你若定要做一关伤恁害理的代志哦，你下摆绝对无好结果啦。哈！臭小子，你真有骨气，我介意。我都唔相信我无办法，你自己乖乖。好大的口气，我唔惊你去咬到嘴子。放心心，你有啥物啊？唔敢出来见人。你落车，摸唔着，就是恁祖公。三太子哦，三太子，拜托你来救救我，你来救救我。谁？你落车，明白？你弄入来我的洞府，本文臣永远卖甲你计较。若有一摆，你若是敢乱来，我绝对不饶你。顶摆你走敢那飞嘞，这摆你是学着什么好功夫，尽量变出来。试看就知。哼，原来是学着这步酸哦！我叫讲是学着什么好功夫，火大卖走！哎，三太子啊，三太子，三太子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啊，屁股！屁股！树强，树强，哎呦，朱波头，你看，我给你送我乡邻姑娘来安尼。小子，无想到会这拄啊好，啊？你行到倒，我就跟到倒。真歹势，你唔对人，我叫做乡邻。废了，不管你是叫乡邻还是叫草，今仔日都是爱你来输。林队，我帮你，你我帮你，我帮过。哎呦，朱波头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你安尼哦，我向林姑娘要你拍条颈呢。老苍，安怎？你是真无将我朱芬看在眼内咯？有啦，哪会无？啊，若无吼，我哪会出阮向林出来？你讲对无？向林啊，你着小可伺候一下啦。袂用，头家娘。唔是我袂伺候伊，哦，你敢袂记？等下张公子就要来啊，我袂用伫只陪伊伤久。够衰未？张公
主，是倒一天公主。我甲你讲，就算拢是皇亲国戚来遮，我嘛无看得眼啦。其他都是爱丽丝。林伦。袂用个啦，唐姨娘，迄个张公主是咱官爷大人的贵宾，咱袂用得罪伊个。是啦。哎呦，若讲伊只张公主吼，遐毋是普通的人物呢。朱波头，你大人有大量吼，恁记着莫为难阮啦吼，拜托个啦。张公主，你讲的是张宝？无毋对，就是伊。你提伊来看。不是啦，哎呦，啊，就迄张公主吼，几工前哦，就听好讲叫阮香莲着爱陪伊啦，你莫安尼啦，拜托个啦。你迄阮内面迄查某囡仔足济，拢足水个，无我佫介绍一个予你好无？袂。哎呦，无兴趣。如果伊早来就去。参照亲人同款，苏莲，你一定要原谅。我的心早就属于苏娇，我要离开了，你家己要好好保重。我走以后。你一定要叫陈公主离开这。会啦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是讲淑萍啊，啊你即阵要走啊，那我嘛感觉，那我就唔甘的呢。当初是你用一千两买我，即卖杨老板用两千两赎我，敢讲你无欢喜？慢行吼。唔正搞，我放到你对档，我这摆吼爆死啊！今日困这么晚，可能是破病啊。我也无做啥物唔对啊。啊，搁再讲，你伫我家嘛不做无啥物工课，对无？搁再讲，小平已经离开啊。啥？小平已经离开啊？小平！小平！小平，你别离开我了，小平。
小平。一叹心上不平，啊，一片的真心话。哎，有要紧吗？你有要紧吗？啊？嗯，我行不去。哦，来，家小姐姐，俺就家先休息。哦，这，哎，姐夫，阿娘，应该是我来照顾你，想袂到，等到煞你来照顾我。公鸡哪里？咱母仔囝相依为命，啊！当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不是同款。安尼啊，莫想遐尼济，哦哦，乖。我哪会无想啊？安尼啊，我可能得着瘟疫，你莫管我，你紧走。小红，小红，你莫管安尼啊走，你得着只不过是一点仔小病，你袂死，若要死，咱母仔囝斗阵死。你紧走，小凤，阿娘我爱离开你，阿妈阿娘嘛不准你离开我，阿娘我爱离开你。不重要，你有想要吃什么物件，阿娘来找你吃哈。我才讲，我都要你喘气，你搁骗阿妈哈？哎呀，人是咧甲你讲正经的啦。我嘛甲你讲正经的啦，免讲啦，我煞唔知道你要出去创啥。妈，厝里到什么人搁伫咧漫画啦？我唔知伊即摆到底是生还是死，是好还是歹，我只是想要来看咧。我已经相信你啊，我无人袂有代志。树林即马伫遐好好，你去哦，等到害你知无啦？阿妈，哪会叫你讲叫一百句嘛同款？这查某遐歹代志，你知？即马任何人拢想袂到树林秘密办法，你即下哪去找？是毋报人知？哎呦，即款代志你等到害你知无？啥耐心着无啊？这个耐心有啥关系嘛？当然无关系啊！好嘛好嘛，莫去就莫去嘛，伊也是。嗯，哎对哎哎，是少遐贵啊。啊归，啊归去，相思在悲哀。是你无情，在我心内深深挂一条根骨。人伫无？内底有人伫无？来啊来啊！哎呦，人个，你买豆腐啊？你过来啊？过来来请买哦。哇，豆腐偌香偌好食嘞！要买偌济哈？无啦，我毋是要买。啊，你毋是要买豆腐，无你来要创啊？啊不，是安尼啦，我吼，我想讲，啊不，我想要甲你讨一块豆腐，互我的查某囝食，好无？是安怎？我的查某囝即马病真重。阮无厝通好住，身躯嘛无半仙钱。安尼哦，遮可怜哦。哈，你无紧来。哎呦，早你爱讲啊。阿婆，阿婆你足好诶，阿婆你做人足好诶。这豆腐哦，偌好食，来，摕去互恁查某囝食。好。啊，食食看，甜快较早好无？来来来。好，阿婆，真感谢你吼。别谢，别谢，这家己做啦。阿婆足好心诶，感谢你，多谢。诶诶，稍等。阿婆，啥代志？你拄仔咧讲你查某囝破病去，是安尼啦。我头先咧吼，虽然袂讲无讲偌捌钱啦，但是对这医理啊捌淡薄啊。
阿婆，你我改来，看你的一包命，来扎钱来看卖。啊，真是的哟，阿婆真感谢你哦。这阿婆，我紧带你去，走，紧去就伫遐啦，遐遐。哎，小红嘞，小红啊！分开，目眶红红，送着你。缘到尽是情难离，心头浮浮来离去。千言万语讲不出嘴，只有一句。情相随，情相随，永远。